有功夫就会有财富，欢迎收看《功夫期货》，我是期王杰帅。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战胜期货，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扫描影片中的 QR code， 或者透过 LIN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 A 957，小老鼠 A 957，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队，跟着杰帅一起来学功夫。在收看杰帅的直播节目时，请各位朋友务必记得帮我一个忙，请记得帮我的影片按赞、订阅以及分享。要如何按赞、订阅跟分享呢？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左下角的地方有一个按赞的符号，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给杰帅点一个赞。要如何订阅我的节目呢？右下角这边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手指头，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好的，今天是2024年的10月23号，台北股市在今天呢开盘就开低，开低之后呢上冲下洗之后呢接着继续来走低齁。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11月期指今天的行情变化。今天11月期指呢开盘开在23498，早盘有两个高点，分别是23511以及9点48分的23505，来到了23500这附近的时候出现卖压，早盘先杀一段，来到了23388，接着反弹一段到了23505，最后呢再整个往下杀。整个当中区间幅度并没有很大，只有175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其实有好几趟行情可以操作。第一趟行情直接做空下来，第二趟行情呢再抢个反弹，第三趟行情当然从23500点直接空下来。那当然这个地方要如何掌握到今天开盘的第一胜呢？最关键的就是今天开低之后，你要如何百分之百确定可以直接做空而不是做多，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这个技巧其实我在直播节目当中已经教过大家非常多次了齁。那这个技巧等一下我们会再复习一遍。那么当然台北股市在今天呢跌下来之后到底后市怎么看，我也会透过技术线型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那讲到台指期的操作，我说过了，每天一定要看一下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如果在五日均线之上，代表多方控盘，在五日均线之下代表空方控盘。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早盘呢是怎么样的变化。来，各位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呢，其实呢大盘一开盘就先跌个133点，那开完盘呢其实虽然跌了133点呢，不过呢还是在这个五日均线之上，所以严格讲起来今天应该是属于多方控盘，所以早上会有一段反弹，有没有？但是后面呢因为卖压涌现才又再跌下去。那不管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怎么做才能够确定说今天早上的第一笔单必须要做空哦。来，我们看一下加权指数开低133点在五日均线之上多方控盘。11月期指来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来咯，开低123点可是竟然没有爆量2000口以上。各位有没有想起我教过大家的，当台指期第一分钟的成交口数如果没有超过2000口的话，那代表没有爆量。而这个时候如果开低的话，开低没有爆量代表怎样？开低不是低，后面还有低点。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开盘的第一笔单不要怀疑，就是百分之百确定只能做空不能做多，这是百分之百确定的哦。所以今天早上下杀的这段行情是根本就是送分题。如果你有学我这个技术分析的话，你会在8点45分很明确的知道今天开盘就是要直接做空而不是去做多。好，所以呢今天该怎么做，逢拉回才能够做多，逢拉回做多为上策。那到底拉回到哪里才可以做多呢？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那当然今天台北股市的下修之后呢，到底后市会不会反转向下？我告诉大家不会，因为这个 MACD 呢还是黄金交叉。那今天的修正我相信呢要看收盘的时候的一个表现。收盘呢如果破了五日均线，明天又再迅速站上的话，基本上它只是一个整理的行情哦。这个整理平台一旦形成之后，只要能够呢站稳了23500点，那么年底之前还是有可能来挑战历史的高点24416，所以我们直接看说明就可以了齁。MACD 的柱状体在零轴上方， MACD 跟 DF 还是黄金交叉，多方趋势没有改变之前，空单只能够短线当中操作，所以说今天做空啊，不要空过头。我觉得，哎，见好就收，可以空单呢，哎，赚它一趟之后呢，就可以收工了齁。那当然 ，KD 指标现在还有位置还是在80附近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KD 指标的 K 值、D 值、SV 目前接近80附近，大盘区间震荡还是偏多，我还是偏多，我没有因为看图说故事，见涨说涨，见跌说跌，这个支撑呢，我们就观察23000，还有一段距离哦，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不能说因为一天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跌幅来决定说大盘的趋势就这样改变，那个太草率了。目前我仍然是偏多看待。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那我讲过了，这一份资料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分享给我们 Light 里面有5万多位好朋友，5万多个齁，5万多个好朋友都可以在早上看到这一份资料。
那当然，如果投资朋友你也喜欢这一份资料，而且你是第一次看我直播的话，欢迎你也直接可以来免费索取哦。索取这份资料完全不用花钱，你只要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的 Light 哦，你只要加入我的 Light， 你就可以每天取得这一份资料。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扫描图卡中的这个 QR code， 同时我头顶上方一个 QR code 也可以直接扫描加入一样的哦。那或者透过我们的 ID 去搜寻小老鼠 A957， 小老鼠 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 Light 哦，就可以取得这份资料。那记得第一次加入好朋友，直接加入之后直接回复888，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加入我的 Light 之后，只要回复888，这份资料就会在一秒钟的时间直接传送到各位你们私人手机的 Light 里面，你们完全不用花时间找，我会直接 send 给你，直接传送到你私人手机 Light 里面，你完全不用花时间找。同时呢，我也会把这份资料在每天早上9:30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现在 Light 里面有50,000多个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看到这一份资料，所以在早上9:30的时候，我会统一张贴在我们 Light 对话视窗右上角的记事本里面，大家每天都一定看得到，而且都统一时间在9:30可以看得到。好，那么学技术分析最大的好处到底是什么？你看杰帅在做这个期货也好，股票也好，选择权也好，为什么这个10之8-9都是都是大赢家？为什么会这么厉害？这就是因为杰帅从年轻的时候就学技术分析，学到现在50几岁。学了这样快30年齁。那这个学技术分析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行情的时候不用慌不用紧张。直接了当就可以很有依据的知道说要怎么操作。这个就是学会技术分析之后最大的一个收获跟好处以及成就感。结算学了30年的技术分析之后，也愿意把这一份技术分析分享给我们全国的这个投资朋友。所以呢我才呢出来当这个投顾老师，带领投资朋友操作所有的金融商品，包含股票、期货跟选择权。像今天这行情，其实我们一开盘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必须要站在空方。那杰帅是凭什么这样说？其实苹果多年的直播，你应该可以看得到，我教过大家，当遇到这个盘势开低的时候，只要没有爆量2000口以上，这个我讲过很多遍了，开低不是低，后面绝对还有低点，所以早盘可以先做一趟空单下来，然后可以做一趟，甚至于今天早上空完之后就不用理它。好，那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一个小波段的一个操作。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说投资朋友你们没时间学技术分析的话，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能成为赢家呢？很简单嘛，花一点点小小的钱来成为杰帅的会员，你就可以成为赢家。因为杰帅早就把我多年的技术分析的逻辑以及经验，结合了 AI 人工智慧运算的方式，我研发出了一套专业的操盘软体，或者短探级的期货操盘软体哦。短探级系统就是短探级，好，就是没有你短探级。其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闪电指标，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那所谓的闪电指标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利用大数据运算的方式，在台指期开盘的第一秒钟不要怀疑，它就是算计算的速度就这么的精准，这么的快速第一秒钟当你还不知道做多或做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会员早就知道了，因为他在8:40一开盘的时候就会闪电判断多空方向，我们的会员只要看到了这个多空方向，马上就可以直接进场根本就不用猜测行情，完全不需要猜测，由人工智慧帮你判断行情，不是很好吗？用科学的方法，用科学的技术分析，然后呢，用快速最快的方法来判断出行情。这个期货快很准，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速度比别人快，否则你永远呢买在高点，空在低点，这个你绝对赚不到钱。那怎么样才能够快？大家都知道，人工智慧的速度最快，计算速度最快，所以这个开盘价就可以直接进场，这个就是当中必备的领先指标。就像今天我刚刚讲过了，正常人来说的话，一开盘的时候都会在思考，我开盘到底要做多还做空，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会员完全不用思考，因为当他们安装了大探级系统，安装之后呢，他们马上在第一时间，今天早上8:40看到23498直接进场做空，你看这样不是很轻松吗？这个23498做空这绝对可以成交，因为最高是来到23511嘛，早上的这个最高点嘛。那所以在这个地方23500点附近，就是23498这里做空，你今天是温坦的嘛，是探这个探旧的问题呢嘛，对吧？干不起来呢？好，在这个地方做空之后，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的结算可能有一些会员不熟悉系统的会员怎么办？没关系结算还是有扣讯我们今天8:48看完了这个闪电指标做空之后呢，结算在这个8:48的时候也赶快试价空一笔，就是说我们今天早上短短的3分钟，我们就空了2笔单一笔是开盘价空，一笔是扣讯会员空我们看一下扣讯11月7日目前的报价23446附近，收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直接做空两口大台子，那停损我们抓23559，根本就没有机会停损，因为这几乎空得很漂亮。那今天我们全体会员也在7早8早8:48的时候就已经进场放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的会员朋友已经总共做了2笔空单。如果你有系统的话，开盘价你会做一笔，然后如果你有call讯的话，你会再做第二笔。这2笔空单我们都知道，行情最后呢它是跌到了23336，才开始止跌，有点回稳的迹象。
那到底我们的会员要如何得知这个地方要把空单补掉呢？很简单，大探级系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精算转折的功能。这个精算转折的功能就是利用大数据运算的方式，一样哦，在一开盘的时候就去计算出当天的一个所谓的低点转折或者是高点转折。那当计算出来低点转折或高点转折的时候，我们的会员朋友的空单自然就会知道，哎，要在低点什么价位给它补掉，或者是做多的时候要在什么价位把这个多单出掉，会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有依据。这个就是人工智慧最大的优势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探级系统所算出来的哦。来，今天可以预挂做多的位置叫23329，糟糕了，没有来怎么办？今天12点半以前最高最低就只有来到23336，根本没有来到23329，哎，差7点哎。啊，这样补不到怎么办？没有关系，结算是绝对负责任的、哦、我们带单的一定要带进带出。那么既然没有来到结算的，其实早就在8点54分就已经告诉我们所有的会员了、哦、你看一下、哦、会员手上所有的空单部位出场的条件只有两种，第一个打到停损23559就停损价就退场、哦、这个打到停损是一定要纪律操作，一定要退场、哦、但今天没机会停损了、啊、那怎么办？如果没有触及到停损价，很简单，一波到底12点半出清、哦、12点半就给他出清，然后赶快去吃饭，不用再看盘了、哦、不用说一定要玩到什么1点45分，不用这样辛苦，轻轻松松改做两笔的擂赛，精准一击大获全胜。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战果，今天23498开盘价放空，23370给它补掉，跌了256点。我们的扣讯会员23446放空，23370一样12点半出掉，跌了152点。光这样两笔空单、啊、就跌了408点。欸、这个叫408点，等于81600块。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很多人常常都在找我的时候最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会费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会费这种事情你不用担心，很简单，一两天就可以赚回来。为什么？因为结算每天这样的操作难道不值得你来参与吗？当然是值得嘛。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会费的关系，然后考虑了老半天，最后还是决定自己操作，那个没有关系。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会费你根本省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的方法本身就有问题，跟行情没有关系。你方法有问题的时候，你的结果一定会有问题，就是一定会常常赔钱。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虽然你没有参加我，你把会费省下了，但是因为你用了错误的方法，最后你还是把这些会费给输掉。那这是我看到了很多种投资朋友有这种心态，宁愿输光也不愿意来参加老师。我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可以得到好的结果，你们不得到好的结果，偏偏一定要把钱输光了之后，然后才在 Light 里面告诉我说你们身上已经没钱了，没办法参加会员了，这不是你们自找的吗？如果说现在还有资金的话，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当下就做一个决定，哎，使用专业的操盘软体，跟着专业的操盘手，像杰帅这样学了30年技术分析的老师，跟着一起操作。你看像今天不是很轻松就赚了80000多块，那会费不就是一天两天就把它给搞定了吗？而且我们现在是有买鱼送钓竿的活动，买一种就会直接送你一种，也就是说你可以同时拥有我的扣讯，又可以同时拥有我的软体，这个是两项商品都可以一起使用的，你参加一年也不到10万块，哪里会贵，非常的划算嘛，对不对？所以投资朋友，如果说真的要操作，一定要找专业的操盘手来带你操作，你才可以操作期货，否则真的不要碰哦。那当然有些投资朋友可能会说，老师啊，啊这个大台现在一口保证金都超过30万，包括不要这钱要安怎？没关系，我们来看选择权的操作。我说了，现在呢有很多小资族啊都喜欢来找杰帅，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因为全投顾业界里面只有杰帅一位分析师啊有做这个选择权当冲，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成立这个选择权当冲班。我说在台面上的老师啊，没有一个人敢碰选择权，因为选择权难度更高，只有杰帅敢去碰。为什么？杰帅够专业嘛。那也因此这样成为小资族的救星。为什么选择权当冲班可以成为小资族的救星呢？来，各位小资族，你们听一下我的做法哈。来，首先我们做的是选择权的买方策略。那选择权一口单几千块而已，我相信你一定买得起。而且我100%当冲，没有流仓压力。就算你的操盘资金只剩下最后的10万块，你都可以来参加我，都可以跟单。好，因为这个门槛不高，只有10万块，你就可以跟着我做。我用扣讯带单的方式带你进，自然就会带你出。来看一下今天的操作，开盘价是不是要直接放空？所以我们今天当然就是买进卖权嘛，23400。买进卖权之后，我们都知道今天75点买20口啊，75点买20口啊，最高是冲到了102点，最高冲到102点，有没有价差赚？当然有价差赚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来8点49分了、哦，10月第四周选择权23400的卖权，现在报价75点附近。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直接买20口。这个75点买进20口，大概多少钱？大概就是75000块。哎，75000块不到10万块嘛。
所以你只要跟着我们来操作，其实我带进一定会带出。像今天这个选择权，保证100%成交，因为最低杀到26点。哎，但是选择权不必停损，因为选择权它的风险有限，所以不必设停损。最后呢，又反弹上来到102点，然后102点，那这当然有价差赚。甚至我们一些会员呢，哎，它往下跌的时候，它还会做加码的动作，越买越便宜。然后最后呢，整个一波上来之后，整个大获全胜了，甚至可以赚到2倍、3倍以上。那没关系，我们就做一个价差就可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来8点52分的时候，我就告诉会员哦，选择权当中班手上10月第4周选择权23400的卖权75点的部位，我们只建议短线操作。操作95点出场，为什么这个空单我要做短线？因为我说过了，现在的趋势还是比较偏多，所以这个空单呢，尤其是选择权，今天又刚好结算了，我比较谨慎一点，所以我采取短线操作策略。那出的也很漂亮哦，75点买20口，95点出场20口，你看在11点半的时候全部都可以出金哦。那这出金之后，75000就会变成95000哦，75000变95000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赚了20000块钱。各位小资主，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你只拿大台1/4的保证金。哦，应该是说权利金75000块，你竟然可以赚大台子的100点，是大台子哦，不是迷你台子哦，不是小台，也不是迷你台哦，都不是哦，是大台子的100点，是刚刚好20000块钱哦。所以投资朋友好好想一想哦，如果说你的资金部位真的比较小，真的不要灰心，你绝对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全投顾业界还有一个结算特别的照顾小资族，而且也希望小资族能够站得起来，所以我才特别成立这个选择权当冲班。而且选择权当冲班呢，我们是每天啊一定会出手，保证每天出手，绝对不会浪费你的会期，所以花小钱你就可以赚大钱，为什么不然赶快下定决定学习来跟着结帅呢？所以在这里好好想清楚啊，不管是小资族或者是喜欢做台子期的投资朋友，都赶快来加入结帅的行列齁。另外在十月份我也跟大家讲过，因为十月份是我的生日哦，我的生日虽然已经过了，但是现在还是十月份。那十月份我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寿星专案哦，十月寿星专案全面扩大世代活动。各位记不记得在之前我世代要300万的资金门槛我才愿意带，对不对？现在我把门槛降低到只有100万，100万真的有够少的。我们讲真的，在金融市场里面100万不是钱啊，真的是小钱啊，不能说它不是钱，只真的是非常小的小钱。那为什么我要开放这个世代活动？因为我是有真本事的，我姓曾，我有真本事。我跟其他投顾老师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欢迎大家来挑战我的专业。我扩大开放世代活动，就是要让更多人来见证我的专业。那见证我的专业要怎么见证？很简单，绩效是检视专业的唯一方法。所以我全面开放世代，不像其他老师一样，你要参加他还要先缴一笔会费。不好意思哦，我这边世代是不用事先收取任何费用的哦。代单成功再来成为正式会员，也就是说，结合你的资金再运用结算的专业，我们两个合作来操作这个期货，好，或者是股票或选择权，赚到钱之后，你才需要办理入会手续。这个我们俩合作的关系所产生出来的真正的获利，这些钱里面的一部分，你拿出来缴会费，来成为结算的会员，这是我对投资朋友最照顾的一点哦。所以在十月份我降低门槛，你们一定要把握哦。不管是股票、期货、选择权，我全面试带。报名专线0800370888，手机一样可以拨打得通哦。那到底结算今天做了什么动作呢？我们来看一下期权清代哦。来，各位，刚讲过了哦，开盘就可以直接做空，所以今天毫不犹豫8点40分，哎。世代的会员哦，直接干进去了哈、哦。我们看一下11月期指哦，挂定价23498，做空10口大台。各位，这是开盘价，那这个一定成交。各位，这里保证成交吧，9点48分，开盘就算来不及，这里也一定可以成交嘛。所以这个是保证100%穿价成交哈、哦，而且一开盘成交的话可以做两趟，一趟空一趟多。我今天就是做了两趟哦，你来看一下我怎么做哦。今天23498，哎，做空10口大台子，行情杀到23388，这里我有跑一趟哦，看一下哦，8点48分。来，十一月期指23498空单挂23397平仓，23397平仓，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低点是不是23388，是不是可以100%穿价成交？那这一趟做完之后还没结束哦，同时挂23397反手做多10口大台子，惊死人，这是厉害到要变鬼。我们先看一下空单哦，这一笔空单赚多少钱？做空10口大台子，扣掉一点成本，在23397平仓之后刚好赚100点，十口单呢刚好赚1000点，等于20万。各位，20万就这样轻松入袋，而且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各位，短短不到半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这样轻松入袋20万。好，做完这一趟之后，再接着做多哈，做多上去之后，各位还有一趟哦，来，各位就是23397哦，啊，23397在什么时候我叫他们做的？很简单，11月期指23498空单挂23397平仓，同时挂23397反手做多，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很清楚啊。好，看到之后呢，这个做多上去之后，哎，来到了23505，这里是不是可以出一趟？当然可以出一趟。那我们出一趟，你看咯，很简单，因为我们开盘价做空，所以9点23分的时候，11月期指23397的多单挂23498平仓，因为开盘价就是23498，先预挂停损一样设23297，结果果然呢，穿价成交，再赚一趟20万。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啊。来，23397做多十口大台子，扣掉一点成本，在23498全部平仓。我现在所讲的绩效都是扣掉手续费，都是扣掉税金之后的绩效。来，100点乘以十口等于1000点，1000点等于20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总成绩哦，世代的结果的总成绩，总共做了两趟。哎，一趟都是20万，两趟就是40万。那各位去想想看哦，如果你今天有300万以上的资金的时候，你做了这两趟期货，你总共赚了40万，结算并没有要求你40万全部交给结算。这时候你只要从这40万里面拿出一部分出来参加结算的会员，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非常高兴，皆大欢喜，因为你也赚钱，我有成就感，而且你会非常乐意的成为我的会员。所以我们这个先成功再成交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老师啊已经在当跟屁虫了。我是业界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业界首创先成功再成交的这个投顾老师就是我。我不怕人家来测试我的专业，我随时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大家直接来挑战我的专业。一间餐厅的东西我说过了，如果真的好吃的话，他一定巴不得全世界所有人都来他的餐厅试吃一次，因为只要吃过一次就会成主顾，不是吗？那一位好学生绝对不会怕考试，因为他早就准备好他的功课，任何大考小考都考不倒他，这才是真正一位优秀的好学生啊。而在投顾业界里面，有多少人骗过你，你自己很清楚。你参加过几个投顾老师，你很清楚那些人用什么方法骗你。很简单，首先在他们直播或节目里面，他们会给你夸大不实的告诉你，他们会员大赚大赚大赚，每天大赚大赚大赚。你被他这些不实的这些广告或者是节目内容吸引之后，你结果你要跑去参加他的会员。那请问你参加他会员第一件事你要干什么？当然就是要缴会费嘛。各位，你们都还没有做都还没赚钱就要缴钱都还没有开始操作，都不知道这个老师到底有没有本事，有没有实力，你们就要先被扒一层皮，先缴一笔会费给他。缴完一笔会费给他之后还不止哦。等到真正操作的时候，你才发现要挟我，而且老师在走个等级逛个茶嘴，那也安呢？各位，你是不是经常被这种老师骗走？所以我很不欣赏这些用骗术来招揽会员的老师，我真的很不欣赏。所以我决定要当这个投顾业界的一股清流。那怎么样当投顾业界的一股清流？非常简单嘛。如果说你真的有资金的话，你就直接来试看嘛，对不对？我们开放世代的目的就是欢迎你来试，唔惊你起，会准未准，咱卖分家规。好，真正会准的人，主人就刚好你起；那未准的人，讲啊嘴拢废话啦，因为你没有看到真实的绩效嘛。但是来到我这边世代，你所做的都是真枪实弹的一个操作，是真金白银的操作，你知道我意思吗？这真金白银的操作绝对是假不了的嘛，对不对？而且我说了，我的方式是绝对不可能骗你。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你来参加这个世代，我们不会事先跟你收取任何费用，所以我能骗你什么钱？不可能嘛。第二件事情，钱都在你身上。好，下单的资金都在你身上，下单的地方是你自己找的，我根本没有推荐你去任何地方下单。请问在这三个情况，在这三点的条件之下，我要如何骗到你的钱？不可能的事嘛，集中在你的身躯顶，你自己都就是听外指令，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跟着做。你像今天就300多万就赚到40万，请问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很有兴趣的想要成为我的会员？你当然会有兴趣嘛，因为绩效自然会说服一切。其他废话真的不用讲太多。那至于要怎么报名世代呢？其实很简单哦。来，报名世代呢有两个方式哦。来，我们现在股票期货跟选择权通通全面开放世代。好，结算是双证照的分析师，我有证券分析师执照，我有期货分析师的执照，所以股票期货跟选择权我全面开放世代，唔惊你来弃家哈。来，各位 Light 好朋友仔细听哦，我们有5万多位粉丝，5万多位啊，这人数算是蛮多的齁，我们老实说有一点多，5万多位。那这5万多位的这个好朋友啊，我们请你帮一个忙。很简单了，我们没有办法用 LINE 的方式跟你在那边一直打字齁传讯息，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有5万多个人，每个人如果提问一个问题，请问世代要怎么做，我们要回答5万次啊。那这什么要排到民国几年才回答的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用 LINE 的方式在那边用讯息方式传来传去。如果真的要世代的人，就留下手机号码，很简单吧？你的手机号码你一定知道嘛？你留下手机号码之后，我们会派服务人员跟你详细的说明，会主动打电话联络你。请放心了，我们只是要跟你说明这个世代活动内容，齁，不会骚扰你。因为你要的就是问世代的问题，那专人会详细跟你说明。那如果说你有戒心在那边疑神疑鬼的齁，你拜托你齁，不留电话的人你就不要来打扰，真的滚蛋。真的离开我们的群组，我们的群组只欢迎有诚意的人，有诚意就留下号码。那另外一种人我最欣赏什么人？他们真的相信结算，也愿意来世代的，他们就会亲自来电报名了。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这么好记，又不用花钱，0800370888，这个手机拿起来拨啊，这个电话费你放心，如果有让你损失到任何一毛钱的话，我赔你1000万。所以这个免费电话就是免费电话，你手机照样可以拨，而且礼拜六礼拜天，有些人有空了，
我们公司到底有没有人在？当然有人在，我们公司假日还是有值班人员啊，这个值班人员专门就是在接听这个电话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你打电话来都一定有人接齁，0800370888，请注意一件事情了，我再强调一遍了，结帅这边的世代是不会事先收费的，赚到钱，各位有没有看到赚钱两个字大家最喜欢，赚到钱再入会，所以各位现在都是有麦克熊啊啦，因为顾问费根本就不是问题，来我这里没有一个人在担心顾问费的，只担心赚不到赚得到钱这个问题而已。那我们现在期货跟选择权全面开放世代，不会事先收取任何费用，写得非常清楚，而且是保证是我本人哦，我曾英杰本人哦，亲自来服务你，带你操作，我亲自怎么服务你？很简单，当你报名世代之后，我们会哦让你加入我的 LINE， 我手机里面的 LINE。你会拥有我本人的 LINE， 那拥有我的 LINE 之后，不管是你要跟我讲电话，或者是要看视讯，我都可以让你看，证明是我本人亲自带。好，那这个时候带单成功了，有赚到钱了，你再成为正式会员。像今天是不是赚了40万？300多万做了两趟是赚40万，你只要缴一部分的会费来成为结帅的清代会员，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大家都皆大欢喜？是不是共创双赢的方式？所以真的不用再想那么多了，有资金的好朋友们，赶快来报名试带哦，0800370888，好不好？专不专业，其实不要靠嘴巴讲，我一切只相信绩效。想要尝试体验的，赶快来报名哦，0800370888，欢迎大家踊跃来报名。好了，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就进行到这边。祝福全国投资朋友操作顺心如意，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期货市场诡谲多变，唯有实战才是王道。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收看吴奇东森财经新闻 YouTube 直播节目《功夫期货》，由期货大师杰帅教您硬底子、真功夫。